A 团加上 B 团，总共有52位音乐家，小小音乐家们在舞台上面来为大家带来演奏，是不是在开始之前先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一下？非常非常不简单，他们今天来的时候，在台下就偷偷问我说：“姐姐，请问今天台下会有多少人来听啊？”我说：“根据我们前几场的经验，少说应该有1000人左右吧，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听听看？”1000人的鼓励跟掌声到底有多大声？台北市光复国小弦乐团 A 加 B 团总共52人，接下来就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指挥许嘉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曲目。远道而来，从台北，然后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一起前来到我们的